因为就是液体改选，就是要求就是换届嘛，有些换届嘛，自己也很荣幸，就是当选中国羽协副主席。在会上改选会上，就是主席也强调了嘛，一个就是我们重中之重，主要是一个是2020奥运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能把就是专业跟业余中间这扇门推开，哎，就是让群众体育就是更壮大，让这个项目参与的人更多。那我来讲的话，一个就是就是最重点的2020嘛，作为江苏来讲，我们有现在目前在国家队的男单选手有石宇奇、卢光祖，然后女单的有何冰娇、高晃洁，就是在奥运会当中那个去夺牌去争金，那作为我们来讲就是说保障嘛，一个保障呢是他就是生活上面保障，知道吧？你自己有什么需要，就要加强什么样的营养，然后就是训练上面保障，然后训练保障就是说那个他的体能教练，就是他哪边缺的，那我们有专人负责。包括马上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那我们都会派专门的医生，因为家里面现在就是省队也有很多事情，那我感觉就是说，越来越临近奥运会的时候，那我肯定会参与到他的就是一方面工作，就江苏的工作吧，就也是代表中国羽毛球队嘛，就是最主要就是说让这些球员能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发挥自己最优秀的水平，打出最好的成绩。第二方面呢，就是讲了怎么专业跟业余，这扇门怎么推开。主席不是也讲，他说他希望是他推开这扇门的人，那我们也积极配合，就是很多业余球手一些业余比赛呀，那我们也会积极参与到当中，让更多人认识羽毛球，参与羽毛球。中国有哪些就是优秀的选手，为国家队来加油助威，包括来贡献他们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力量吧。当时嘛，我是想身份是代表是中国羽毛球专家组嘛，可以这么讲，然后呢，先是他们在武汉打完那个亚锦赛，在这个汤尤杯这个空隙时间，在武汉集训嘛，我过去就是跟他们一起到参与到当中，带师一起就是纠正他一些技术上面的身体素质上面的，包括思想上面的一些问题吧，一些问题，就是说带他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让我直接跟队伍就是到泰国去一起参与到那个汤尤杯这个比赛当中，因为汤尤杯当时也是都丢掉了嘛。然后作为我本人来讲的话，我当运动员差不多就是92年到2000年，在国家队当队员，然后参加过4次汤尤杯、汤杯、汤姆斯杯的比赛，然后3次第三，最好的第二，因为当时我们整体的实力就不够嘛，因为汤尤杯代表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团体实力嘛，所以要有单打，要有双打。那相对来讲的话，那个我们的时候双打稍微跟单打比起来也稍微偏弱一点，所以自己呢那么长时间在国家队就是没有拿过汤姆斯杯，也比较可惜吧。所以这个接到这任务也比较荣幸，也比较高兴兴奋啊。作为自己队员，如果能拿到的话，也是填补自己一个空缺嘛。所以当时那个，当时张军跟我讲，那时候还不是主席呢，跟我讲说，你带那个石宇奇，就是那时候石宇奇的排名是二单，中国排名第二，二单，第一单是成龙嘛，他二单。然后如果你二单这一分每一场一分不丢，那我们的汤杯肯定拿回来了。所以那我也没有让他或者是大家失望嘛，所以也是十一期一分不丢嘛，那个获得汤杯冠军，汤杯冠军也是我们蓝鲸体育学院的第100个世界冠军，正好很巧。这样。
石宇奇作为他现在出道到现在啊，出道到现在他也是就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成熟。我感觉就是成绩也越来越好。我感觉他进步最大的一方面，主要是心态方面，心态方面主要是心理啊，比以前更加强大，更加成熟。其实我指导的是更多的也是这方面吧，最主要的啊，主要是心理方面。因为作为一个优秀的球员，你就是说你平常训练你练得再好，就是在自己家里面这个馆谁都打不过你都有可能，但是你出去比赛你要这个心理浮动比较大啊，你心态起了变化，你出去有可能谁都胜不了，这也非常正常。因为我是运动员过来的，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说他必须首先要战胜的是心理，也就是自己了啊。你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去考虑问题，碰到什么样的对手，你应该去怎么想自己的打法，碰到那个比分怎么落后的时候或领先的时候，你应该去怎么去想自己的战术啊，主要是心态方面的啊。包括他的平时，因为还小嘛，有的时候现在的年轻人比较任性，比较个性一点，这也正常，是吧？包括石宇奇有的时候，像以前会跟一些，他会发一些抖音啊，一些什么东西啊，微博啊，有很多会很多人斗斗嘴啊，什么东西，那我也讲了，这个就表现出，你不成熟的一面。是不是？因为声音有很多种，很多种，是吧？你不可能每一个人你都会让你满意，是吧？那你只能你尽自己努力让大家满意。羽毛球啊，它老百姓就是关注的比较多，相当于国球了。像我过去乒乓球啊，相当于羽毛球也是，因为参与人多了以后呢。然后关心的多了以后呢，就是大家的要求也高，就运动员讲句实话也不容易啊，他不可能每一次比赛或者每一场球他的身体状态他的技术状态都是在最巅峰，那不可能，肯定是有上有下的，这很正常。羽毛球的就是场上的运动量啊什么都是非常大的，可以讲都是超负荷的，所以羽毛球尤其是优秀的运动员他没有伤病是不可能的，是吧？那你说就是业余的，如果打羽毛球还经常这里拉的那里拉的呢，但是他有各种原因了，有可能准备活动啊没做开啊，或者是场地原因啊什么原因啊都有可能，但是专业运动员不会犯这些错误的啊，但是他就是超负荷了，太累了，然后太疲劳了，没有恢复啊，或者是肌肉没有松开，就造成了就是一些伤病，而且是很严重的伤病。那他要专业运动员要忍受这些痛苦，尽快的恢复治疗，而不能就是休息。你要休息的话，等他再恢复的时候又要拖很长时间，就是一边恢复要一边训练。比如说你脚不行要练手，手不行要练脚，啊手脚不行要练中间要腹肌。所以现在的运动员就是可以讲，作为他们本身来讲，到这个地步了，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以这么讲。哎，其实不用教练，他们自己都非常要，都想要，但是就有的时候，那就是教练员要控制，要控制，要过了也不好，要就容易受伤，皮筋太紧了就容易断了，就这个原因，那就要看现在的运动员怎么，就是他不能每一场比赛都打了发挥那么好的情况下，但他就要分重点，我的重点比赛在哪里，对吧？那我那个比赛我非常想要，那我就要把自己的状态、身体的状态、肌肉状态，包括竞技状态都调整到最好，去准备就是这个比赛。这就是优秀运动员也要办到的，证明自己调节能力啊，除了自控能力，调节能力也非常重要啊。比如说，那我们现在目标2020，好，那我们5月1号开始，奥运会积分赛开始。那我不一定非要每站都要冠军啊，什么东西啊？有的时候状态出来太早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啊，那我讲了，比如说陶田，那他前面你看这个一年多时间拿了一上来全是冠军，那他后来现在开始慢慢也输了，也开始输球了，大家开始重视他了，了解他了，分析他了，那我们就是说慢慢的把自己的身体状态、经济状态。随着这个时间快要到2020，调整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不要出来太早，到
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哎，再发挥出来，哎，我们那个是我们的目标。他呢，这个小孩就是比较，可以讲肯练，肯练，比较踏实啊。我要练呢，他有可能要他练到十，他有可能练到十五、二十，啊，非常刻苦。然后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直了一点。哎，当然了，就是现在呢，就是说也会拐弯了。哎，随着因为他的水平可以再用成绩来证明嘛。啊，那个羽毛球的运动员，我相信就是优秀的都不会笨的，啊，都非常聪明。那因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缺少比赛，他比赛呢是一种积累，啊，训练只不过把他的基础、把他实力，练扎实了，然后呢，他通过比赛来检验他的训练水平，然后比赛当中会出现很多问题，那回来我再怎么调整，所以比赛经验也非常关键。所以陆光祖以后，全运会决赛完了以后，真可惜，一下子他往上冲的时候，一下子那个脚受伤了。脚受伤了，差不多休息了两三个月，然后才开始慢慢恢复，然后出去打一些小的比赛，然后慢慢小的比赛能拿个一两站冠军，所以他上的也非常快，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一下子到今天为止，他的排名已经到二十左右了，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比赛，所以他一下子拿冠军，他积分啊一下子会涨得很快，他排名也会上得很快，但相对来讲，他的比赛经验就比如说施雨琦啊，或者其他的选手，因为他比赛少嘛，他经验就会比他们少。然后这次，比如说全英他输给安塞龙，比分都很接近，对吧？也有机会。那他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他没打过，他过打了这种选手，他有点怕，有点兴奋，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不知道怎么自己场上遇见一些情况，所以呢，这次输不代表下次输。就跟我当时讲施雨琦一样，他比赛少了，他没碰到这种情况，他只有亲身体验到了，自己才会知道，这就是那陆光祖来讲，这就是他现在就是他一个积累的过程，但是作为时间来讲，不会来等你，是吧？2020也就一年多时间，两年不到了，你看你，是吧？你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你看中的不是说哦，我现在以前只能参加一些小比赛，包括我们省队都会帮他想办法出资金参加一些小的比赛，然后拿一些积分，积分多了以后才能参加超级赛。现在他可以参加超级赛了，是因为他积分够了吗？不能说我上进步已经很快了，我满足了，不是，你的眼光你应该更远，你要求更高，是吧？你应该看重2020，你要有这种野心，有这种魄力，要好斗。运动员你不好斗，你肯定不是好运动员。看你怎么恢复了。作为跟腱断了，这个要比那个十字韧带断要好得多，好得多。因为，羽毛球这个，因为我知道的，跟腱断了人不少，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业余的有可能是没有活动开，然后呢，肌肉就是场地啊滑啊，或者天气比较冷啊，都会有可能造成了这个跟腱断。但像高仿杰这样的，有可能就是太疲劳了啊，肌肉疲劳没有松开，没有恢复开，有可能这根筋太紧了啊，你又这么高强度的训练啊，就比赛，然后一下子就断了。但是跟腱断的人呢，就是业余的断了，很快也会恢复，走路啊，包括打球都不会有影响。专业的断，以前我们江苏有过一个球员的，断了半年以后恢复，第二年恢复了一年，第二年照样拿全国冠军，而且是单打。那看你的恢复，看你个人的意志品质，这也很关键的。所以作为高仿杰来讲的话，因为他当时受伤了以后，我们也这第一消息就打电话给他，他当时还在救护车上，我们听到外面的救护车的声音，就送到医院的路上，因为我们就觉得因为要回来治疗，我们有底有保障，但是时间拖了太长，这个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期，那我们就是跟国家队也联系，那就最好在那边找个好的医院，最短的时间，
最快的治疗，最好的治疗。确实也得到很好的治疗了，然后回到国内，现在也在江苏在康复，都在现在在省队在康复。要看了，伤口也不大，早在一两个星期前嘛，已经开始恢复训练了，但是不能跑，不能跑，就是也很快，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作为他本人来讲，他也很想要，他还想要奥运会积分赛，他还想参加奥运会，所以像这种优秀选手，作为我们江苏省人，也肯定全力保障，全力配合。你说马林的十字韧带跟谁呢？跟雪瑞是一样的，然后雪瑞也是到国外去康复啊，也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就是看他就是恢复的效果，因为那个相对来讲要比高仿前要严重的多，严重的多，所以我们讲呢，就竞技体育啊，确实是很残酷的，很残酷，不是都顺风顺水的啊，有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你都会想不到的，所以看你怎么去克服。